干嘛？他跟何信说好要破坏发表会。小妹妹，话不要乱讲啊！你说你看见我跟他说好，全世界都知道我跟你老板处不来，可是你凭什么把这个罪名栽在我头上？小阿琴啊，你没有证据，话不能乱讲。而且，刚刚卡崔娜会跌倒，大家都看见是因为弹珠啊。现在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这是 Emma 掉我捡到的。哎呦，这种话谁都会讲啊！哎，可是各位，你们相信吗？而且，刚刚跟各位小姐有争执的是你，我看要破坏这个发表会的应该是你吧？黄爱心，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栽赃给我？你胡说，根本就不是这样！你胡说！黄爱心，退一边去 ！Emma， 你也是。老板，退一边去。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把我的发表会当成这个样子，满意了吧？陆子浩，我记得我没有说好，这个发表会要是失败，你就要退出时尚界。怎么样？我已经在等着大设计师你的隐退宣言了。如果没记错，你是说如果我有本事开得了发表会，大家也看到，我确实有本事开得了发表会。你应该吃鞋子了吧？不要起来，Are you okay? I feel much better now. Will you take me to the doctor? There's some things I have to take care of here, but can we pay full attention to you? 老板，我已经叫可为送祥真还有其他 model 回去，救护车也已经叫了，应该很快就到。好，谢谢。I'm truly sorry about what happened to you. Take care. I'll see you later. 陆子浩， How can you treat me like this? 你真的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I said Ken will take care of you. But he's not you. 又是陶爱卿，对不对？你是不是怕我缠着你，所以这样对我？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s exactly what I think. 有人告诉我，是陶爱卿在搞鬼。你怎么能让他这样对我？我不知道谁告诉你这些事。以你个性，你应该不相信他们的。以我的个性，你有这么了解我吗？有人告诉我，是陶爱卿在搞鬼。你怎么能让他这样对我？我不知道谁告诉你这些事。以你个性，你应该不相信他们的。以我的个性，你有这么了解我吗？麻烦你照顾 Katrina。Aaron, please don't go. I need you here. All you need is a good rest. I'll see you later. I promise.